so special。这是我们的部落传统故事。长辈的故事，这堂课听他们来分享。把你们刚刚做的这一撮粘在边边角角，看你要放哪两边去做对称。真的是一朵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幸福，好幸福！圣辈的祝福，5月9号星期二晚上9点，请锁定原视频道。老同学，我就问。